比如讲说韩国语的话跟张家的这个结合哈，但是张家俊的看板，我就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一块张家俊的看板是跟韩国语是他们说很贵啊，台风估计过完再挂。目前为止，目前为止，告昨天晚上那按不按得后吗？我们这样子啊，那样啊，张家俊立了后档，阿伯立的挂起来啊。